上期三组选手分别进行了精彩的正戏表演，经评委老师点评后，一号选手遗憾离场。本期二号、三号选手将继续进行才艺的比拼，哪组选手能脱颖而出，获得与擂主同台较量的机会？他又能否攻擂成功？让我们拭目以待。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二院总决赛第八届东北电视二院大赛老年组第11场比赛。本节目由鸿翔种业赞助播出。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进入下一环节：艺压群雄。艺压群雄，此环节为选手的才艺比拼环节，由现场的大众评审投票，得票数最低的一组选手将被淘汰，其余选手进入下一环节。这回谁都是白毛女，咱来得好好发挥发挥，啊！行，行儿，走，走。喜儿，你看，爹给你买的啥？头啥？人家的闺女有花戴，你爹我钱少不能买，扯上了二尺红头绳，我给我喜儿扎起来，哎，扎起。人家的闺女有花戴，我爹钱少不能买，扯上了二十红头绳，给我扎起来，哎，扎呀扎起来。门神骑红马，爹在门上守住家，门神扛大刀，大棍小棍进不来，来吧，我们一起看一下刚才这段表演，周春燕老师有怎样的感受呢？你在这个环节当中，我觉得你准备的特别的充分，从服装上从头到脚就是准备的非常好，而且呢唱的也非常好，就是嗓子特别通，但提一个小小的不足，你拿那个红头绳
和那个门神那个喜字儿，你一定要在间奏当中你就拿出来，剩别的都挺好啊。希望你走到最后，谢谢。谢谢。感谢周老师的点评，来，掌声有请下一组选手。来到才艺环节了，我要更要加油，有信心，我要加油。来到了这个才艺环节，我今天不唱了。才艺环节为大家吹一段唢呐，吹一段唢呐曲子。来吧，我们听一下杨百思老师对于刚才两位的才艺展示有着怎样的一些想法呢？有请。这一对搭档是很不容易啊，这个尤其这个小哥是今年七十了是吧，唢呐吹起来还是蛮是那么回事的。这个上庄啊，我感觉还算比较不错，但是这里面有个省亲回转，这个不是请啊，是省亲。前半部啊，那个味道还不错，只是有些呼吸口啥的不是太准确，但是还是不错的，希望你们能取得好成绩，谢谢。好了，我们用掌声把另外一组选手请回到舞台上来。好了，那接下来我们现场的各位大众评审，到你们投票的时间了。
目前呢，场上剩下的是二号和三号，投票开始。五秒钟倒计时，5、4、3、2、1，投票结束。谢谢大众评审，谢谢你们的积极参与。场上两组选手来，转身看成绩。恭喜二号成绩领先。有什么话在这个时候想和大家说一下？哎，这次不行了，我还有参与，我还得来，是不是？下次我还加油。再次感谢两位到来，谢谢，谢谢，掌声欢送一下，再见。那在进行下一环节之前，又到了我们的嘉宾表演时间，今天我们想请郑淑云老师唱上一段，掌声有请。奴家崔氏许配那朱买臣为妻，你说这个朱买臣呐，他是又穷又酸又犟又慢，拔杠子压不住个屁嘞。你们再看看我，这苗条身段，模样打扮，漆黑的眼眉，粉嘟嘟的脸蛋，口似樱桃，牙像蒜瓣呀。这牙还说大嘞。咋过门那几年呢，他不是写就是念，不挠这个太熟也对付个知县呢啊。算命先生啊，说我是属红猴的，能当大官娘子呀呀呀。哪成想哎，都40多岁了还是个穷光蛋。不寻思起来吧也就那么地了，这寻思起来呀，肝火肚子都难受啊。樵夫朱买臣呐，哎哎呀！
本节目由鸿翔种业赞助播出。下面让我们共同进入最后一个环节，永斋桂冠。永斋桂冠，此环节为选手的终极比拼环节，由评委和现场的大众评审共同投票，大众评审的投票结果占总票数的60%，评委的投票结果占总票数的40%，得票比例较高的一组选手成为本场擂主。哎呀，没想到咱们走到公擂这个环节，十位呀，再接再厉，再接再厉，加油，加油。嘉宾表演时间，我们想请董明珠老师唱一段，来，掌声欢迎。
小佳人会志在后殿房内，关上门，闭上户，并上灯烛，拿过来如意的拂尘，扫了一扫炕，忽听得敲楼上，出啊！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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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再来一段不得？把书念，今儿我放假
回家园呐、啊，一路美景无心看，眼前来到来河湾，手摇小扇把桥下，见一位女子在这井台前呐、啊，只见她上穿蓝下穿绿，捋着罗裙当伞扇，三刀头上的青丝发是发髻，横别镀金簪，再加江村元宝耳，耳配银环，左右悬悬胆，鼻子福州面，面上六枚月牙弯，弯眉杏眼，樱桃口是口内，就把那银牙含，含情不露多娇女，女中魁元似天仙呐。乍看好像兰家女，越看越像兰瑞莲，我有心上前说句话，又怕人家不理咱，低头一击有假借讨水，把话谈走上金钱身世里，尊一声贤嫂，听我言是学生放假，从此过走的心热口发干，三高路远茶不便，来到井台讨清泉，闲扫舍我清泉水，我多给银子多给钱呐、啊，有钱存折袋子的。日连我这里忙回话是靠尊。公子你听言，不叫婆母管得紧，请到家中把茶掺了，井台喝口清泉水，嗨，要的什么银子，要的什么钱呐、啊？不要钱你喝吧，不要钱呐、啊。魁元我烧起白绫扇是毛腰，就把水桶搬头一口，头一口喝的甜如蜜呀，那二一口呢？二一口啊，二一口喝的那个比蜜甜呐。三一口不喝的强饮水，我咕嘟咕嘟走个欢呐。神看是大量，最为行路难，他一顶啊尊巾，头上戴呀、啊、绣花的蓝衫呐、啊，身上穿呐、啊啊、白绫小扇别脑后啊。一个劲儿的把我看呐，围着少年打转转呐、啊，左看好像魏公子，又看更像魏家男呐、啊，我咋着胆子？把他问相公，贤嫂，你可是河东的魏魁元呐、啊？莫非你是兰家女？奴家正是兰瑞莲呐、啊。你不说我还不敢问。今日见面，我想起从前呐、啊。那咱你才十一二啊，那咱你才
咱俩就像亲兄妹，常在一块打连连，一兄你帮我帮你娃娃取麻菜呀，哎哎哎呀，先辈你还教我玩过那个九连环呐，哎哎哎呀，在河边一块烧过烧过那个野鸭蛋呐，哎哎哎呀，有个双房的你给我我都不稀得要的，朱家湾我搬娇妻我搬夫男呐，哎哎哎呀，小二年大长了心眼儿啊，有多少知心的话不能当面谈呐、我高山拜师把书念，我家桃花来到周家湾呐、兄妹二人难见面，一晃就是好几年呐、没想到啊，没想到贤妹如今变成大嫂，绿莲我出阁这才28天呐、28天，哎哎哎哎哎呀，这个嘴呀写四个字，问来问话少年郎啊，小红娘走
我进去那个花盆不远，在面了旁啊，花盆以上也有对火气逼我来上家长，关上帘我这敲下张，火气问你下一张，一年四季花开放、哎、火气问你下一张，我这个春夏秋冬百花香，红皮贴写四个字，百花齐放站来中央啊，小红娘啊望起来到那旁闪出的养玉缸啊，养玉缸这一副对火气逼我来上家长，关上帘我这敲下张，火气问你上一张，我的缸里有水鱼回来、哎、火气问你下一张，我的缸里无水鱼受伤，红皮贴写四个字，金月银月站了中央啊，小红娘啊望起来走了角门不远，在面了旁啊，忽听角门哗啦响，来了哥哥叫换郎，我一把拉住了换郎手啊，换郎哥哥借个光，我问你当公子是在家里还是在外啊，我家公子在里边，那么哈了哈大念文章，你给我烧出那个下、哎、自己进去奈何方，一把撒开换郎手，棒打鸳鸯两分张，棒打鸳鸯两分三，掏掏腰腰奔书房，唐香正走来得快，书房不远在那旁，书房每个也有对火的比方来上下张啊，关上帘我这敲下张，火气问你上一张，没有一箱香草更来眼棍说、哎、火气问你下一张，叫我别狂唐诗尽自汗外的人，哎横批贴写四个字，我一射倒牛站来中央啊，小红娘啊走进去里边倒比外边墙，纸糊天棚散雪洞都大方砖了八地香啊，小红娘我往那旁啊送二目，那旁闪出啊大树香啊，树香以上也有对的火的比问上家的啊，关上帘我这敲下张，火气问你上一张，黄金有价书无价、哎、火气问你下一张，读书倒比黄金强，横批贴写四个字，四书万卷站中央，小红娘啊抬头看朱线碎碎多老长，一条珠帘走进去闪出来张先生孔圣堂，上动刀大圣天师孔夫子，十二刀门里土爷两旁的邓子燕那个女子笑的紫梦燕回宫也长啊，老圣人倒有360徒弟子，周了这72个状元郎，剩下了288个没折中，各科出口都成当啊，老圣人回到山东啊曲阜县，一路上留下三杠啊喝五常啊，要问老圣人连家住那里，因为不知听其详，老圣人家住山东总茂灵芝谷，姓孔名丘，道号洞里，天杀羊孔圣堂的也有对，我这必位上下张，关上帘我这敲下张，火气问你上一张，文官提笔保天下，哎火气问你下一张，武官提刀定家邦啊，没有横批挂快匾，三个大字孔圣堂，小红娘抬头看闪出小画20张，那么张飞出马一条枪，二郎单山斩太阳，老爷三官斩吕布司马头堂，小狼王伍子胥打马杀将过，六郎镇守三关上，七国军师燕损病，八仙弟子数张良，九里山前还是活门母，十时昌的楚霸王，十一大战青面虎，十二所刚来反唐，十三太保李春孝，十四铁镐王彦章，十五花刀赵太祖，十六塞北杨八郎，十七孟良反交战，十八好汉蜀宋江，十九驸马高怀德，20好汉关云长，文雷当好果然强，强强霸一起楚平王，王王莽踹败汉刘秀，秀秀出来千贵爷李金阳，杨杨领秦琼剪巨棒，棒棒打杨广灭隋唐，唐唐王俊者带人夺麦隐逸，一些哥们蜀宋江，江姜维投汤死马反，反反来秦桧害董梁，梁梁山这100单把将，将将李逵下山劫法场，唐唐满车前来赵云友，勇勇冠三军的杨六郎，郎狼山上捧着老将杨金叶，叶叶下临头走慌忙，忙忙坏南朝的狗军宝，宝宝宝不舍的往白挡，挡挡摇桥前周一得得得得偷桃王元璋，张张公子聘请茄子剑，剑箭射双雕李君王，王王与巧定连环计，计计线压回你那黄，黄黄黑虎一路西起反，反反来济公把腰降，降降马数着黄天霸，霸霸王临危在雾江，降向太公渭水河帮崔公吊，吊吊子捅在眉山上，上上这天文诸葛亮，亮亮来苏台反西凉，凉娘今日身受罪，罪
对，这道菜白好文章，当上梁品孝出国烂，烂烂见春水杨七郎，郎郎心里狗肺的牌也美，美美是罗成乱卷王，王王就可大道多么威武，武松打虎景阳冈，刚刚下好汉善雄信，信信丑答辩引纣王，王莽唱的渔家乐，老少爷们富贵荣华尽欲满堂。好了，这个时候我们还是要听一下评委老师的想法。郑老师先说。两组选手唱的都很好啊，弓擂手呢，你这个蓝桥唱的比马前泼水唱的好啊，很有韵味，而且板头也非常好啊。就是你再注意一下你的土字，尖团字再分开了，比如是烧过那个野鸭蛋，你说烧过那个野鸭蛋。它就不好听，词义就改了，把这些尖团字分一分就更好了啊。再练一练身段，那声音还好听。比如说有的高音吧，你不要去模仿他唱的那个唱法，你可以往下抹着唱。你比如说那个高山白石，你就不用那么唱，你就应该唱高山白石，你这么顺下来听着就好听了。你没有那个高，你非得往唱那个高，那就难为你了啊。这个手擂方，哎呀，这手擂方我觉得你就是个肚囊太宽敞了，尤其这个后边这一段顶针戏麻唱的，哎，真好啊，听着特别舒服入耳，这就非常难得啊。所以说你们要继续发扬你们的优势啊。再一个就是女选手哈，张口音还是多。你比如说第一句那个崔莺莺，你是崔莺莺，你要把它收回来，莺莺要把这个一和嗯字头字尾把它收回来，然后它就好听了。希望你们都能得到好的成绩啊。我们再来听听金老师的看法。弓擂手啊，今天这出戏呢还唱的还是不错，但是我感觉到咱们这个二号演员啊，他是会唱歌之后才学的二人转，是不是啊？嗯，他是后学的。你这个问题呢，就像郑老师刚才说那个，就是那个高音呢够不着，这个吧没有办法，这是你的音域啊，它是先天的这个铸成的，是吧？我建议你再降一个调，你们俩用 D 调唱，我感觉也可以，因为那个女演员的声域也够。挺好，这个韵味啊，是吧？这个追求啊，真都不错。传承这些经典的二人转，是吧？擂主啊，今天这个西厢唱的不错，唱的非常丰富，是吧？这个呢，确实是老艺人的东西，很少有这样的，是吧？把这么大段的东西唱出来，我希望你们很好的把它保存下来，没唱好，再精致的一点，是吧？再精致，是吧？谢老师。哎，好的，感谢郑老师和金老师的点评。接下来大众评审投票开始。我们五秒钟倒计时，五、四、三、二、一，投票结束。谢谢大众评审，谢谢。那接下来五位老师，请用一句话明确地告诉所有人，今天攻擂方、守擂方，您支持的是哪一方呢？从董明珠老师开始。守擂方，谢谢。谢老师。杨百森老师，您的选择是？我支持守擂方。谢老师。谢老师。郑淑云老师，您支持的是？我支持的是守擂方。谢谢。谢老师。金老师，攻擂方、守擂方，您支持的是？我支持守擂方。周春燕老师，您支持的是守擂方。好，谢谢五位老师。根据我们刚才选手所演唱的正戏，守擂方是可以在刚才大众评选的投票总数基础上增加五票的。来吧，有请工作人员。谢谢。亲爱的观众朋友们，龚海在这里要郑重地向您宣布，获得老年组第十一场比赛最终擂主的这组选手，他们就是我们场上的
守擂方。来，两组选手转身看成绩，还是有14.4%的朋友支持着我们的攻擂方啊。来，我先和攻擂方聊一聊哈，会不会有遗憾这样的成绩？没有遗憾，能打到跟专业演员 PK， 我就达到目的了。在这里呢，就是咱们没工商擂主也心服口服，不虚此行。也谢谢在座的评委，你们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记在心中。所以说咱们这个就是肩团字这块，在咱白城这一块非常难改呀。我这一小时候就做些毛病了，完了我这紧着改，我有时候特意分完了还分差了。所以说就是今天就你说那个烧过野鸭蛋，我就净眼分的也没分明白。所以说就是非常感谢这个五位德高望重的老师给我点评，谢谢二人转总动员，谢谢，再见，掌声欢送一下，再见。公布成绩的瞬间你俩狠狠地拥抱在一起，什么情况啊？高兴呗。是怎么对这场比赛没心里没底？真没底，这说实在的，我已经守了三期了，算这期四期了。我首先呢先感谢各位评委，你们辛苦了，春城的父老乡亲、婶子大娘、哥哥姐姐妹妹，你们辛苦了，小蜜蜂乐队你们辛苦了。哎，过来过来来，谢谢谢谢大家，感谢啊，谢谢，我一定好好学习。来吧，恭喜他们守擂成功。谢谢。我现在就想知道一个事儿啊，谁能够从他们俩手中把这个擂主大旗给抢走呢？再见。谢谢。二人转武功，唱伴舞说绝，少了哪个这戏都不好看。本周末龚海将和赵小波过往一起带您回顾名师高徒舞台上的唱伴舞说绝和地道东北嗑。本周六周日晚17:50，名师高徒与名师一起品茶听戏，敬请期待。